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Cynics 为大家带来 Monster Hunter Rise 的游戏康视频。我们上期呢是做了一些村民的委托支线任务。刚才我对话前他在吃东西嘛，我旁边还有一个人，这么大的一个饭团子，哇！之前是做了一些村民的委托，这期呢是差不多是可以回到主要的这个打怪上来了。先接一下乱七八糟的这些支线任务，我们看一下怪。这好像是一只新的怪，还是在看这个地图的名字，像水墨林。由于是新怪，我估计呢就是要多吃点饭，准备好。我怎么看这个狗还是吃的这个东西跟我们吃的不一样呢？这是一位相扑选手。哇，这边我才想起来，我之前是不是获得一个护符，可以增加我们这个，就是获得这些鸟的一个效果，好像是被我给忽略了。那只怪看着像有点像那个四代那个鲨鱼，然后跟一些其他怪的一个像那个鬼吧，这东西会叫吗？不会叫。出去之后发呆，啊，这招会击飞，好吧？甩尾都完全没有意识到。出去发呆，你在打什么？好，一贯的突击。我不太清楚，好像是被打到了，但好像没有事儿似的。
我打早了吧？这过来干嘛？我还会吼，变胖了。哎，快跑！呜、哦，我弹一个，弹成功了。后脚比较硬，还是尾巴比较硬？为什么有的动作这么慢？好像怪已经学了。有掉落东西吗？感觉整个设计的思路跟那个鬼蛙，叫鬼蛙吧，感觉还是蛮像的，就是动作它的准备动作是非常的明显，估计被打的话应该是很疼，但是至少我动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一些相扑的动作吧。这个动作真的就是很大的那个准备时间啊，再加上我太刀的有位移，所以说就都直接在说话这个打法了。挺有意思的一只怪，之后可能去查一下这个怪的。他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他的名字 Tetra 也是应该就是蛙系的，好像这个官方叫什么两栖种，就是两栖动物的一个种类，跟那个鬼蛙我猜应该是同一个物种。挖一挖矿，我还没有探全。这边还有一个山洞，整个地图的设计感觉跟三代的那个，就是雪山，不是雪山，好像是冰岛吧，那个图也是很像。我记得好像是三代，就是地图的北边跟右边吗？好像是有山洞，但是没有水。刚才这个洞我进去之后，好像旁边是有水。哦，我们已经解锁紧急了。
他说有一个 rampage 是之前一直说的那个东西。一个防御任务。どのクエストに挑まれますか？这是什么？一个青熊兽带了三只宝宝。倒是挺有意思，但是我现在想法还是想先把，选错星了，还是想先把之前的这些，我的关键任务不是只做了两个吗？为什么就有？就告诉我解锁了，有点没有搞懂。这还有只电龙吗？电龙不是关键任务。土沙可能会比较，就是攻击力，我记得应该算是更高一些。剩下这几只怪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难。有没有？好像是没有其他的。这个怪也不是在沙漠打的，这些都不是大怪了。还是先打个土沙吧。主要是沙漠这边，我应该是有，是有矿要挖。沙漠的矿好像没有挖过。这边有解锁新的这个，这套装长什么样？有点像那个甲虫的套装。素食通常弹上升，特殊弹强化，火尸场。武器可以升级了吗？还是很多东西都没有截，就是可以看见，但是你选上去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库里阿库的刀倒是不错啊，100的攻击。我现在用的是什么？100黄斩。如果是用库鲁亚库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是90，这要燕雀。这个是带，其实这把刀是倒是不错，我就直接造了吧。它的绿斩13。库利亚库是带10的彗星，好像绿斩长度倒是差不多。我觉得省事直接造，这把刀好像长得也还行。这个库利亚库什么样子？库利亚库感觉好像就是 Word 的那个类型的武器啊，都长得很丑。像这种武器，就是至少在 Word 之前的各代游戏的这些一些武器，都是至少长得都比较有个性。Word 就是各种丑武器，上面是不停的给你披一个外皮，长得就是铁刀，上面披一个库里亚库的皮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像是散鸟的武器，直接造了，可以升级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升级好像更便宜一些，用的材料更少一些，我可以升级。我是现在是要这把武器，那可以升级是更好。土沙应该是弱，我为什么会感觉它弱火呢？好像是带泥的时候弱水，不带的时候弱火还是冰？
这边是有六个串儿。然后我们吃仨，猫吃一个，狗是吃俩吗？但狗吃的这东西完全就跟我们吃的不是一个色儿啊。所以发生了什么？関幕の高知有料三昧はばかりなし、はしゃぐなかれ。泥かけ悪徒がやってくる。泥から飛び出し、牙を抜く。土沙我至少记得在三代三期的时候，他的装备记得是带攻击的，攻击配防御性能还是在什么，给我这么有感觉。谈一下图，顺道呢如果有能挖的东西挖一把。热带莓，这好像是我记得当时在是打 Double Cross 什么，有一个还是甚至是继位人物让我挖好多个。这儿一个矿，哦，燕雀是还有矿吗？可以这么看吧， 这是之前那个连线似的东西，好像是。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是个营地吗？哦，好像就直接说了是个营地。哎，哇！爬上来之后就等于是什么都不要摁了，这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这么远，主要是想挖矿，但是大地图上是不给显示，我需要这么着开缩放的图，但是这图我完全不认识。没有，土沙都过来了。仙人掌。还可以往下跑吗？哇，倒是弄到了不少的隐藏物品。
哇，这个倒是很像三代那个沙漠啊。哇，从地图上看就很像，从9区到12区那边，中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。那那边有仙人掌吗？我这边有仙人掌。这座应该是有角龙吧？这个地图这儿有一个计时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可以摧毁的吗？意思是？好像不显示矿点儿。啊，好像我明白了，没有。我是不是应该是显示所有？不对。这可以选负数的吗？又一个1000点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沙漠玫瑰，我好像又忘换那个鸟的东西了。去楼下看看。我觉得差不多就探完了，那边还有一个地图没有探到，但是无所谓了。天哪，现在感觉回去好难。还是不太喜欢这个图，没法儿。6区往前走，还有一个矿点儿。就是你的不能选择复数的追踪物品，有点奇怪。在上面还是在下边？下面有山洞。又挖到了一个燕雀，不太清楚一共要多少个，可以查吗？
够了。去找土沙豪，土沙已经跑到一开始的地方了。走错位置了，哦，娟娟，嗯，这是在哪儿？这图好晕呐、啊。做一下试验，就等于是怪移动的时候是带伤害的。哇，这么高伤害，防具一点没有升级，现在感觉有点困难，而且主要是在弹刀。嗯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是不是要这样？有点难。是节奏掌握不好，节奏至少是这么打是不对，或者说我正好是慢半拍。先，哎，节奏不太对，或者说第一次用这个太刀来打他。就是没有经验，挂在什么地方？在楼下吗？这么深？这是他刚拉了个大便，
在打你的手，为什么会判定到那个位置？古沙的吼还是到了 Word 之后就完全没有，就完全是没有了那个没有一个前置的一个动作了，特别不喜欢。刚才在说话，整个节奏就又乱了。补了一个了，这个应该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飞出去太远了，打不到。好慢呀，怎么这么慢？是在打我。就是他这招之前在怒之前特别的慢，所以我等了太久了。哎，这怎么弄啊？打得不好，不过第一次用这个聚合的太刀打，很多的时机都不太清楚。如果是用冲锋斧或者是长枪防反那种的话，应该是不会这么难。看一会儿伤害，土沙是我印象中确实就是很高的一只怪，这边伤害其实初期防御一点不升级，这个伤害是完全能接受的。但之后看一下土沙的装备，如果说还是没有攻击技能的话，估计我可能要造一套那些剑气的装备了。这是死不痛。这个 Castodon 是 Word 新加的那种怪，这个人刚才怎么没有对着画上？哦，你是要这个燕雀石的。
他说给了一个什么 Garden Paris 是什么，直接给我了。看一下，在这看之前，别又忘了，先把那个护石换了，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这是加耐跟血的，增加防御跟耐的，增加攻击力的。下土沙攻击攻击防御格挡差不多，那估计就是可能做至少两个土沙的头跟看怎么加这个 wish list， 怎么加 sub menu， 对这个等于是头跟手是有了，头跟胸是有了，然后找一个手是带攻击力的是吧？说找到六个是怎么就找到了六个？最上面的六个是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带这个的都是胸，还有一个脚。也是攻击只能配出三来，配不出四，这个有点恶心啊。这个防御低一些，这个需要 farm 一个睡眠袋儿。好像是目前就没有打多少怪，所以说也就是这么多东西。我在想可能是先把那个头跟胸 farm 出来之后，其他的散件可以是先留着。然后土沙解锁了新的武器没？土沙其实我感觉上再打一打的话，应该是可能就熟练了，应该是不需要换武器的。120攻黄斩复会心，这样这期我看差不多，我觉得在解锁前我们再打一个土沙好了，就是发不上装备，因为现在之后这边有一个村的紧急任务，估计是会比较
比较难，因为我是完全没有打过，它是一个新的叫 Rampage， 我也是不太清楚会发生什么，所以说我的防具什么的应该要升下级。还有其他的土沙任务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个 Rise 里边的就是你弄地图啊，真的是好难。矿呢？哦，还有支线任务是打什么？不是这个东西。只见面就好，没有其他动作。洗澡去了还是换区了？查查怎么在那边。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我收刀都刚才都来不及。这些哇，这么多，天哪，我要杀八个吧。我可以骑着土沙去杀他们吗？可以。
算没有打到。直接摊一个这个大回旋。想放，但是其实刚才应该放的。等于是他怒的时候脑袋会冒气儿，冒气儿的时候相当于就是可以去捕获，不是捕获了，现在是可以捕获了，就是可以去防御了。我想磨个刀啊，但是这怪我怕他跑掉，不磨了。我的移位的为什么这个图标是灭的？库加布好难使啊！还给他一下，真是够狠的。等于是六区那边有个矿，还有一个矿。哦，这个矿我记得是在楼下的是吧？有点远。我已经迷路了，这倒是矿很多是吗？但是土沙在睡觉回血啊。哦，就等于是你这边爬墙的话是不能摁翻滚，是再爬再弄那么一下。这是睡醒了吗？还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等太久了，应该直接就 foreside， 应该他见面就好了。为什么又吼？不是我杀的吧？
死了。想看一下，我是记得在 Word 里边呢，它的这个就是你的 wish list 很奇怪。刚才挖了这么多东西，在哪儿？在这边。Big Fin 这个是。那个油的那个鱼的东西吗 ？Word 里面好像就是你如果说两件东西它是用的是相同的物品，你的材料齐了，它告诉你这两个物品都好了。但是等你造完一件之后，另外一件告诉你材料不够了。总之那个 wish list 我就感觉上有点怪怪的。土沙。啊，我现在是穿着，因为有带着幻化，所以说是看不出来。我觉得把幻化拆了吧。当然这个土沙的这个依然是这么丑。我记得三季我开荒的时候用的好像就是穿的是土沙。要一个鱼的什么那个鳍那个东西，我猜应该有沙龙吗？应该是没有见到沙龙，但是有油的那个鱼，所以说应该是可以去打一打。然后还之前是这边是需要打那些怪，刚到起土沙的时候杀了好像四个。我看一下，这期应该是时间是我觉得直接在这儿截一下。下期呢，我估计还是先把这个土沙的装备做出来，因为我接下来要是做这个村的紧急任务了。等于是装备我是要先升级，这边正好是做出来，可以是去升个级。等于我打了这么久，就全身一点防御力，浑身好像就只有五点防御力，好吧，要不怪不得这么疼呢。这个我升完了就直接一件是20的防御，好吧。可以，我估计可能把这个头跟胸做出来，我应该是又能撑不久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攻击套装给凑齐，大概这么样子。下期呢，我们是把这个土沙的优先给先 farm 出来，这么个计划。这样这期就先录到这儿了，也是相当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